那个是职业生涯第一个帽子戏法？对，第一次。听说最后想管裁判要那个用球，一开始没有很顺利是吗？最后跟我们说了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裁判也是跟我说了一下，就说等到那个走完了那个告结束仪式以后，他在出场的时候再给我。裁判也是挺支持我的。球我准备回去以后找在场的各位球员都签个名，然后把它放起来，好好珍藏。